孟佳老师今天的妆容也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是的，它的特色很辣，然后五香，略带一点奶甜。大姐选了一个很特别的眼影颜色。对，因为今天整个 look 的话是比较偏牛仔什么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蓝色布丁布丁来跟它做一个搭配。那在您画过的妆容里面，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个妆容呢？每一个妆容我都很喜欢，因为都是出自我手，然后我肯定是给它画到我自己满意的情况下才能出的。你觉得舞台妆造最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什么？假睫毛。其实有的时候综艺不用贴睫毛，但是舞台上的话，因为观众都会离得比较远，所以其实还是会稍微更浓郁一点会好一些。前不久新歌《字正腔圆》上线了，能不能介绍一下，如果现场表演这首歌的话，妆容会有哪些特点呢？暂时还没有预测到未来我会画什么，因为我都是那种随着你今天的心情啊，或者是衣服的搭配来决定妆容，所以就暂时还不知道。好的好的，美就行。